滚！啊！哎呀，把我搀起来！啊！我说把我搀起来。你说啥？报应啊！我说你把我薅起来，把我。薅我头套干啥呀？哎呀哎呀哎呀呀、哎、呀你咋想的呀？啊，你能不能长点心呢、啊、你咱们怎么来的知道不？本来导演就不得意咱们，上次是人评委老师通过了，导演没办法才让咱们来的，下放啥枪啊，人都吓跑了，就在家喂猪得了呗。喂猪没出息。他到底聋不聋？我聋。你俩过来了，给我当什么保镖兼助理呀？能干了吗？回家待着得了啊、哦，好不好？回去吧，别搁这坑人了。大哥，有记者，老爷啊，来看看谁是记者来，哪个像记者？人家自拍呢，你俩瞎呀？那自拍杆都拿着呢，没看着吗？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9981难，一步一个坑啊！报应啊！哎呀，你说你捆一身火腿肠，你要崩谁呀？你要撑死人家呀？那你上边去了，你这整的是卖玩具的，这是啊？啊，捆一身是什么玩意儿？水枪啊？哎呀，啊，是谁呀？啊？这都什么玩意儿？拿把假枪吓唬谁呢？这玩意儿，哎呀，哎呀，这还有子弹呢！我就崩死你了！你臭不要脸！挺好个节目又整稀碎。本来导演就不喜欢我，来时候又问我了，你都会啥绝活？我说导演呐，绝活是什么一个定义呢？绝活，绝活就是别人不会，就你会才叫绝活。什么是绝活？一个男演员站这儿，嘎生个孩子，绝活。你生不出来都普通活。我说对不对，导演？他说句话，当时我就哭了。生孩子这活好啊，生一个。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怎么生？我也不具备那条件呢。我说导演呢，我给你来个骑马舞好不好？你那没意思，你要一边骑马舞一边生孩子，那好玩。我说那导演，那你怎么演呢？我说只能我试一下子吧。拿起冷大沙拉奥皮卡教你有点嘎男孩。啊，要一了阿家，稀了夸了，皮了啪嚓，双胞胎，我去！我说导演这个好不好？没啥意思，不够绝。你这么的吧，你来点童趣的会不会？我说整这玩意儿还得要童趣啊，童趣我会呀、啊，导演，我给你学个小孩放炮。小孩放炮也好玩，你把它剖析开，胆大的孩子放炮发出四个声音，刺、噗、噗、哦，连起来的感觉是这样的，啊，噗、啊，哇哇哇哇！胆大的孩子，胆小的孩子放炮也发四个声音，刺、噗、噗、啊，连起来的感觉就是这样的。
啊！胆大的孩子是，哦，胆小的孩子是，啊！我说导演好不好？没有意思，来点非人类的。非人类咋演？我说导演我会啊，我在家喂猪的，我学个猪吃饭好不好？猪吃饭发出三个声音，咕噜咕噜哦，连起来的感觉是这样的。猪吃饭被其他猪抢饭的声音是这样的，咕噜咕噜吁，感觉。你俩咋又上来了？大哥，我也想演一会儿。你演啥呀？你会啥呀？我会啥呀？嘿，你看好了，我会啥啊？哎呦，哇！大家好，我是黄渤。造反是不是造反？跟我俩比模仿，我这看不上这样的人，不自量力呢咋？大家好，我是姚明。大哥，你别闹了，姚明是国字脸。我知道，用你废话，国字脸多简单呐。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。个头也不够用啊！你是导演呢？我就长这么高咋的？我就这条件，咋这么难演呢？上吊不也得给我个绳吗？哎呀！导演，我算你狠啊！真给我来绳了。你敢放我就敢演，今天给大家来个史上最狠的绝活，一生就能演一回，上吊，欺负谁呢？我会飞，我会飞，我会飞，我要飞得更高，我会飞，飞得更高，我飞了。导演，别拧劲了，一会儿腿折了。导演，下来吧，没油了，我要回家。我这长这么大头一次感觉穿裤子这么难。裤子短了是吧？我一直最看不上他们说那什么韩国欧巴欧妈的，腿长嘛，长腿欧巴。谁来跟我比比？我们那导演真那样吗？要啥捐款？导演真那样。哦，我还真没见过这位导演啊。不是，就因为我们他笑点很低，然后就是，但是他精益求精。我演一个他一直在笑，演一个一直在笑，笑完了之后就问，你都会啥捐活？来，我们三位老师。说这个肯定里头也有不少包袱哈，哎，但是要向冠军发起冲击的话，好像有点难度哈。好像对他的要求太高了，没觉得那么解渴。对，没觉得那么解渴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要把一个节目扔掉，再想一个，太难了。尤其是第一次上来特惊艳的那种。如果不行的话你怎么办？如果不行的话还小，睡一觉起来明天早上接着干。
这个小沈龙啊，他真的他是一个有本事的演员，我是真不舍得你走啊，我真的这个大众评审们啊，真不舍得他走，真的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相声和小品视频的平台，这里每天会更新相声、小品和不同的搞笑视频。下面我说一下步骤，首先打开我们的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加号，然后下方添加朋友，最下方公众号这一栏点击，然后搜索公众号开心实时看666，开心实时看拼音的第一个字母，然后我们点击搜索，进入公众号，然后点击关注，这里每天会为大家提供不同的视频，都是非常搞笑的，是完全免费的，喜欢的快来关注吧。